有一类人啊，他们叫做手作人。那么他们的幸福感来自于他们能够用自己的双手产出一些东西。那也许有些人是面包，有些人是陶艺。我发现我自己是木作。我念的是美工科，所以其实我过去的资历是以美术绘画为主。那么，但是我发现那个东西不太能探触到我自己创作的底部，所以，当我在36岁，我知道居然是旧木料的创作，以家具的形态来表现的时候，其实我是非常非常的开心。所以从那时候开始，我就投入这种旧木的家具创作。一路到现在。我们台湾人特爱米酒。米酒对于我们台湾人的药补食补非常重要。米酒可以说是无所不在，在我们的饮食文化里，加了米酒之后，味道更不一样，它的会有多的层次感出来。在《本草纲目》里面，它大概有70种去入方剂的一个药补。台湾的国酒，我认为就是米酒。清酒里面其实最主要的是一个曲，它就是我们把蒸好的米铺在一个发酵床上面去，我在适合的温度里面呢，我们去做接曲的动作。把包子可以均匀撒在米上面。做这行业是蛮难交到女朋友的。其实很多工班已经有2、3个礼拜，其实都只有放一天的假。所谓定生，就是要甲铁枝路涂骹要撑起来的时阵，要撑起来迄个固定的时阵，迄上艰苦啦。啊，那个就是要一直摇，要出力啊！一个步骤一个步骤，一个向前，再一个向前，这样弄轮流的啦。OK， 这是团队的，如果互相帮忙，那个公司的进度就会比较快完成啊。他们不分日夜，是为了要给大众一个最安全、最舒适的一个轨道工程，真的是无名英雄。